你先看看。酸酸甜甜好。好。嗯。嗯，这好喝哦。这应该是素的了。素的，素的，全素，全素的。大概有六七种，对，可以，哎，可以喝。你大概有六七种不同的那个植物在里面。教授上来要做什么？做这些杂物这样吗？对啊，很多事要做。我们来这边哦，买一座这样小山，在这边住完了也不错了。来这走上来哈，来这边有一个小屋哈，比回大东还好，真的。大东就可以了，方便。没有那个大东那个不像这个，而且大东那个有个地方就是跟我哥哥他们，这样不方便的。如果来这边哈，嗯。会蚊子。有要卖的，有卖，真的，来看看，来看看。那你就去那个谁啊，那个来看看场景，他们那个就可以了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还是这边好。这边小巴坐上来都方便啊，对对。坐到淡水，二十分钟就上来了。重要啊，你像大东啊，每天这样习惯，就像运动下。对啊，他已经都习惯了，像那个博士他，那个教授他都习惯了。对，如果今天我那一间房子能卖成的话，来这边买一个也不错。哦。他不要在山上给蚊子咬了。你被咬几次以后就不咬你了，就有免疫了。我就是上以前前面都没有被咬过啊，我就第一次被咬呢。因为你的皮你的血液比较酸呐。我吓死。可能是这一阵子哦，在这阵子血液有因为太累还是什么。你要吃那个。可是我觉得你现在状况比较好哎，你有没有去看医生？没有啊。都没有，都没有啊！看什么医生？我总觉得你现在状况、脸色什么都不错。我太阳晒的啊，你看都晒成这样子了。太阳晒的，你看。什么蜂蜜跟肉桂啊？我还不知道蜂蜜这么好呢。蜂蜜。对啊，蜂蜜加肉桂啊。坏呢，它永远不会坏。对，蜂蜜不会坏，除非你碰到水。你是不纯的，或者是假的。假的了，嗯。难怪我。因为它里面有酵素嘛。我姐姐买在宜兰买一罐给我，我那么久那么好几年的想要把它丢掉，还要千万不要丢啊！这个桌子哈，我看起来很有感情，跟我以前我女儿、我小孩子他们第一次在读书写字的桌子一样，早就丢了。那可能他那个时候跟你那个同一批的哦。那个、没有，那个可也是以前我姐姐给我的，是的，哎、啊，一模一样。嗯，对啊，你比我更同一批啊，同一批生产出来的。